荧幕前佢哋嘅演出令无数观众感动。娱乐圈有咁多靓仔靓女，当其时谂几时会轮到自己啊？事业嘅起步咧，当然系唔系咁顺利啦。做艺员咧系好辛苦。荧幕后，佢哋嘅人生被无条件嘅真爱改变。我哋每一样嘢都要光明正大啦。我可以勇敢去爱。请收睇《恩语之声》，让佢哋亲自向你剖白生命见证。